非绝对存在的，这是一个因缘和合法。所以我们这个幻身呢，这种幻身的执着如果能灭的话，幻身灭故幻心亦灭，幻心灭故幻尘亦灭，幻尘灭故幻灭亦灭，幻灭灭故非幻不灭。就是最主要讲破幻显真。因为我们对于色，第一开始就是色，色以心经的 开始这一段讲的是自身的六根尘，指人的这个色，然后当然衍生到自己对于外物外境的这些色。但基础上，如果你能够对于自己这个幻身，这个幻身的执着跟认定，要知道它是无自性的。那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话，你这个一切就好办。所以这些要破幻显真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